来个捞汁海参，这个海参的话需要搅拌一下。妈呀！海参老是拉不出刺。哎，又来挑战了啊！来个大鲍鱼，吃之前一定要给它杀杀菌。杀杀菌然后再吃。待会红烧，铁板子，来一个，有没有42码？我穿39码的，你穿多大码？抠出来。小鸡排，来个大虾吧。给双击好不好？话不多说，开灶啊！哦，虾黄掉。
串，小人蟹。能不能给我放酒？来个龙虾饼。来个生敲对虾，喜欢吃大虾的老铁给我双击加关注啊，咱们下个视频开走啊，双击。今天老公不在啊，咱正儿八经的吃个大扇贝啊，扇贝必须要吃一斤一个的啊，看着大肉。大肉啊，想不想吃？有没有人想吃的老铁给个双击加关注啊，来撸个大海螺。嫂子，我哥哥来了。你粉子长得这么慢还拍什么拍啊，你看隔壁那个小明粉子长得多快，回家带孩子去。不行，我必须拍，我那么努力的拍视频卖海鲜就是为了养家糊口啊。你光努力有什么用啊，你得拼了，拼了才会有双击。老铁拼了。天气太热啦，做到下酒神器。哇哇，大海里的黑珍珠啊，加入调料啊，搅拌一下，大海里的黑珍珠哦，特别好吃。嗯，感觉有食欲的老铁，你给双击啊！大虾，看一下，留给孩子吃吧，我吃个小的吧。小的肉也特别的饱满，肉质特别脆哈。新来的老铁，给个双击加关注支持一下啊！配大米饭吃更香啊！老铁双击哦，老铁服了啊，大米饭，大米饭配爆头啊，一吃一大碗，爆头。喜欢吃海鲜的老铁，双击双击啊！
今天来个夏天的龙虾仔，祝所有看到这个视频的哥哥姐姐马到成功，事业有成。如果您手里还有小爱心没用完，可以留给弟弟一个吗？谢谢。今天来个麻辣大海螺，感觉弟弟海鲜做的有食欲的哥哥姐姐，可以留下一个双击打赏一下弟弟吗？谢谢。这是海螺的肝。今天来个初夏的小肥豪，祝您在2019年的夏天里心想事成，好运连连，祝您有钱。如果您还有小爱心没用完，可以留给弟弟一个吗？谢谢。今天来个麻辣爆头八爪鱼，传说往八爪鱼的头上点两下会有好运相伴，祝您在2019年一夏天的时间里好运不断，开心快乐，祝您发财。油墨今天来个初夏的梭子蟹，世间万物唯爱与美食不可辜负，愿您尝遍世间美食，赏遍世间美景。如果您今天的小爱心还没有用完，可以打赏给弟弟一个吗？谢谢。录个醉泥螺啊，闷了下去，请给吃货一个关注啊。欢迎加关注啊！而且看一下啊，自己做的香辣小鲍鱼啊，吃一个来。这个内脏不要吃啊，要去掉。喜欢的双击加关注哦。
自己做的香辣小鲍鱼啊，感觉有食欲的给我个双击，给我关注哦。这个是内脏啊，把它清理掉，这是大肉，青辣椒，红辣椒，特别好吃。吃个大海螺，哇，不要断啊！蘸点汤啊，苦胆去掉啊！哎呀，那么烫人啊！来喽，发财蟹！祝双击的帖子今年发，明年发，年年发。来一个，1米8的大长腿，搂他。两个小灯泡。肥不肥？蒜蓉口味，感觉有食欲的宝宝，双击双击。吃面包蟹的正确开法啊！都说头开好吃啊，今天用筷子开，哇，也算是完美。哇，进来的老铁，能不能赏我一个双击？视频开吃啊，双击哦！面包蟹开好了，必须这样吃才过瘾。原味的我不吃，我只吃辣的。看看，哇，膏也太多了吧！嗯，太过瘾了吧！觉得过瘾的啊，给我来个双击，加个关注。吃个大米饭，你们饿了吗？来一个最大的老虎虾，哇，吃一口大米饭。太
太大太大了啊，这个大肉。来吧，老铁！哇，小奥龙仔啊，今天咱来深呛一下。哦哦哦！哇啊！吓死宝宝了！啊，吓死我了！进来的老铁，你们吓到了吗？吓到的老铁，给我来个双击！不要忘了啊！熟了，是个大宝贝，打开看看啊，什么宝物？真会藏啊，还藏在这里面，盘你，盘你，盘。有黄没墨呀，没墨，老铁能不能给我一个双击？